劝发菩提心文净土宗第十一组醒安大师，不消余下凡夫生实嫌气血积伤，哀告现前大众，即当世净性男女等，唯愿慈悲少加听察。常闻入道要门，发心为首，修行即悟，立愿居先，愿力则众生可度，心发则佛道堪成，苟不发广大心，立坚固愿，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。虽有修行，总是徒劳辛苦，故华严经云，妄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也。妄失伤而况未发乎？故知欲学如来成，必先具发菩萨愿，不可缓也。然心愿差别，其相乃多，若不知成，如何去向？今为大众略而言之，相有其八，所谓邪、正、真、伪、大、小、偏、圆是也。云何名为邪、正、真、伪、大小偏言也？是有行人一向修行，不就其心，但知外物，或求利养，或好名闻，或贪现世欲乐，或望未来果报。如是发心，名之为邪。既不求利养名闻，又不贪欲乐果报，唯为生死，为菩提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正。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众生，闻佛道长远，不生退却，观众生难度，不生厌倦。如登万仞之山，必穷其顶；如上九层之塔，必照其巅。如是发心，名之为真。有罪不忏，有过不除，内浊外清，使情终待，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，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之所染污。如是发心，名之为伪。众生界尽，我愿方尽，菩提道成，我愿方成。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大。观三界如牢狱，是生死如冤家，但其自度，不欲度人。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小。若以心外见有众生，即佛道，愿度愿成，
功勋不忘，知见不泯，如是发心，名之为偏。若知自性是众生，故愿度脱；自性是佛道，故愿成就。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，与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，行虚空之行，证虚空之果，亦无虚空之相可得。如是发心，名之为缘。知此八种差别，则知审查；知审查，则知去取；知去取，则可发心。云何审查？为我所发心，于此八中，为邪为正，为真为伪，为大为小，为偏为圆。云何去取？所谓去邪、去伪、去小、去偏，取正、取真、取大、取圆，如是发心，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也。此菩提心，诸善中王必有因缘方得发起，今言因缘略有十种，何等为十？一者，念佛众恩故；二者，念父母恩故；三者，念师长恩故；四者，念师祖恩故；五者，念众生恩故；六者，念生死苦故；七者，珍重机灵故；八者，忏悔业障故；九者，求生净土故；十者，为令正法得救助故。云何念佛众恩？为我释迦如来最初发心，为我等故行菩萨道，今无量劫备受诸苦，我造业时佛则哀怜。方便教化，而我愚痴不知信受，我堕地狱，佛夫悲痛欲待我苦，而我业重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，佛以方便令众善根，世世生生随足于我心无暂舍。佛初出世，我上沉沦，今得人生，佛已灭度，何罪而生末法？何性而欲出家？何障而不见今生？何性而供奉舍利？如是思维，向时不种善根，何以得闻佛法？不闻佛法，焉知长寿佛恩？此恩此德，秋山难遇，自非发广大心行菩萨道，建立佛法，救度众生，纵使粉骨碎身，岂能酬答？是为发菩提心第一因缘也。云何念父母恩？
哀哀父母，身我劬劳。十月三年，怀胎乳哺，推肝去湿，咽苦吐干，才得成人。指望少聚门风，共成济世。今我等既出家，滥称世子，天号沙门，甘子不供，祭少不给，身不能养其口体，事不能导其神灵，于世间则为大损，以出世又无实益，两途既损，重罪难逃。如是思维，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，十方三世普度众生，则不为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俱蒙拔济，不为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尽可超生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也。云何念师长恩？父母虽能生育我生，若无世间师长，则不知礼仪；若无出世师长，则不解佛法。不知礼仪，则同以异类；不解佛法，则何以俗人？请我等出之礼仪，略解佛法，袈裟披体，戒品沾身。此之重恩，从师长得，若求小果，尽能自利；尽为大乘普愿利人，则事出世间二种师长，俱蒙利益，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。云何念师主恩？为我等今者日用所知，并非己有。二十粥饭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需，身口所费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将为我用。彼则竭力躬耕，尚难糊口；我则安坐受食，忧不称心；彼则纺织不已，忧至艰难；我则安抚有余，宁之爱惜；彼则闭门棚户，扰攘众生；我则广语闲庭，悠游如睡。以彼劳而供我意，与心安乎？将他力而润己身，以履圣乎？自非悲自伤运，福慧二言，弹性赞恩，众生受赐，则利米称师，愁肠有份，恶报难逃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也。云何念众生恩？为我以众生从旷劫来，世世生生互为父母，彼此有恩，
今虽隔世昏迷，互不相识，以礼推之，岂无报效？今之披毛戴角，安知非昔为其子乎？今之如动捐飞，安知不曾为我父乎？每见幼离父母，长儿容貌都忘，何况数世亲缘，今则张王难继，比其毫乎与地狱之下，婉转于恶鬼之中，苦痛随之，积蓄安宿。我虽不见不闻，彼必求诊救济，非今不能成此事，非佛不能道此言。彼邪见人何足以知此？是故菩萨观于楼宇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常施利益，念报其恩，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。云何念生死苦？为吾与众生从旷劫来，常在生死未得解脱，人间天上世界他方出没万端，生成片刻，而言而天，而言而人，而言而地狱，畜生恶鬼，黑门招出而目还，铁库站立而又入，登刀山也则举体无完肤，攀剑树也则方寸皆割裂，热铁不出击，吞之则肝肠尽烂，羊童难了渴，饮之则骨碌都迷，力具解之则断而弗续，巧风吹之则死已寒生。猛火城中，忍听叫嚎之惨，煎熬盆里，但闻苦痛之声，冰冻是泥，其脏是青莲累结，血入激烈，则生如红藕花开，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经万变，一朝苦痛，人间已过百年，平凡欲足疲劳，随性阎翁教诫，受时之苦遂悔恨以何罪，托以还望其作业也如故，鞭驴出血随之无母之悲，牵至旧徒焉识乃翁之痛，识其子而不知文王丧儿，但其亲而未识，凡类皆然，当年恩爱今作冤家，昔日寇仇今成骨肉，昔为母而今为父，旧是翁而心作夫，宿命之之则可修可耻，天眼视之则可笑可怜，愤恚从中，十月包章难过，浓雪道里，一时
倒下可怜。少爷何知东西莫辨，长儿有时贪欲变身，须以老病相寻，迅速而无常幼稚。烽火交煎，神似雨中溃乱，精血既竭，皮肉自外干枯，无一毛而不被震颤，有一孔而皆从刀割。龟子将喷，其脱壳也犹疑，神之欲泄，其躯体也备难。心无常主，累伤甲而处处奔驰，身无定形，是房屋而频频迁徙。大千沉点难穷，往返之身，四海波涛，熟记别离之泪，峨峨脊骨，如比重山，茫茫横尸，多于大地。向死不闻佛语，此事谁见谁闻？未睹佛经，此理焉知焉觉？其或依浅贪恋，仍旧痴迷，只恐万劫千生，一错百错，人生难得而易失，粮食一往而难追，道路明明，别离长久，三途恶报，还自受之，痛不可言，谁当相待？心言即此，能不寒心？是故一因断生死流，出爱欲海，自他兼济，彼岸同登，况且殊勋在此一举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。云何珍重机灵，威武现前一心，直下与释迦如来无二无别。云何世尊无量劫来早成正觉，而我等昏迷颠倒，尚作凡夫？而佛世尊则具有无量神通智慧，功德庄严，而我等则但有无量业系烦恼，身世残破，心性失意，迷悟天缘，静言失智，岂不可耻？譬如无价宝珠没在淤泥，视同瓦砾不加爱重。是故亦应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，修德有功，则性德方显，如珠被窝，悬在高处，洞达光明，应蔽一切，可谓不辜佛化，不负己意，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也。云何忏悔业障？经言梵译劫罗，汝是天王寿五百年堕泥犁中，
劫罗小罪尚获此报，何况重罪其报难言。今吾等日用之中一举一动，恒为戒律，一餐一水，频犯失罗。一日所犯亦因无量，何况终身历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。且以五戒言之，世人久犯，少入多藏。五戒名为优婆塞戒，尚不具足，何况沙弥、比丘、菩萨等戒，又何必言矣？问其名，则言我比丘也；问其实，则尚不足为优婆塞也。岂不可愧哉？当知佛戒不受则已，受则不可毁犯，不犯则已，犯则终必堕落。若非自明悯他，自上上他，身口并切，身泪俱下，吾与众生求哀忏悔，则千生万劫恶报难逃。是为发菩提心第八因缘。云何求生净土？为在此土修行，其进道也难；彼土往生，其成佛也易。易故一生可至，难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圣前贤，人人去向，千经万论，处处止归。末世修行，无越于此。然今称少善不生，多福乃至。言多福，则莫若执持名号；言多善，则莫若发广大心。是以暂持圣号，甚于布施百年，一发大心，超过修行历劫。盖念佛本期作佛，大心不发，则虽念希为发心，原为修行净土不生，则虽发亦退。是则下菩提种，根与念佛之理，道果自然增长。曾大愿传入以净土之海，西方决定往圣。是为发菩提心第九因缘。云何令正法救助？为我世尊无量劫来为吾等故，修菩提道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因缘果满，遂至成佛。既成佛已，化缘周期，入于涅槃，正法相法皆已灭尽，仅存末法，有教无人，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，尽真人我，尽足利民。
举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。不知佛是何人，法是何意，身是何名。哀惨至此，待不忍言，每一思及，不觉泪下。我为佛子，不能报恩，内无一举，外无一人，身无异于时，时无异后，天虽高，不能覆我，地虽厚，不能载我。及众罪人，非我而随，由是痛不可忍，既无所处，顿忘彼漏，忽发大性，虽不能挽回末运于此时，觉当图护持正法于来世。是故协诸善友，同道道场，速为忏摩，见之法会，法四十八之大愿，愿愿度胜，其百千劫之身心，信心作佛。从于今日，尽未来际，必此一行，四归安养，即等九品，回入娑婆。必得佛日重辉，法门再传，深海成群以此界，人民披化于东方，劫运为之更严，正法得于久住，此则区区真实苦心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。如是十缘被使八法周知，则去向有门，开发有地，相遇得此人生，居于华夏，六根无恙，四大清安，具有信心，性无魔障，况今吾等又得出家，又受具戒，又遇道场，又闻佛法，又沾舍利，又修忏法，又执善友，又具圣缘，不于今日发此大心，更待何日？唯愿大众明无愚尘，怜无苦志，同立此愿，同发誓心，未发者精发，已发者增长，已增长者精令相续，勿畏难而退却，勿肆意而轻浮，勿欲速而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勿萎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，勿以根浅而自闭无分。一株种树，种久是根浅而日深，又如磨刀，磨久则刀钝而成利，岂可因浅无重任其自枯，因钝伏磨直之无用，
又若以修行为苦，则不知懈怠忧苦。修行则勤苦暂时，安乐永劫；懈怠则偷安一世，受苦多生。况乎以净土为舟行，则何愁退转？又得无生为忍力，则何虑艰难？当知地狱罪人上发菩提于往劫，即可人伦佛子，不立大愿于今生。无始昏迷，亡则既不可见，而今觉悟，将来忧尚可追。然迷而未悟，故可哀怜；苟知而不行，尤为痛惜。若惧地狱之苦，则精进自身；若念无常之术，则懈怠不起。又须以佛法为鞭策，善友为提携，照次复离，终生依赖，则无退失之余矣。勿言一念轻微，勿谓虚愿无益。心真则事实，愿广则行深。虚空非大，勋王为大；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。大众诚能不弃无余，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。联舍终蒙，至今地好。所愿同生净土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正觉。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，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实也。愿以大众共勉之，幸甚幸甚。